最近就觉得面对之前让我那么苦的同一件事情，就是明显就淡了。你现在还不还错点，如果你面对那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会恶心的，知道吗？哪件事情？比如说你再去看，比如说你喜欢的一个他跟别的女孩在一起，或者是啊就在你的面前招摇过街，你要么你就很烦，你我觉得按你目前的修为，你会你如果是频繁的发展，你会反感，就逆反，就心里会因为你忍到极限了，那个时候一定会逆反，就是你觉得特讨厌，就觉得这个人特恶心，有恶心，一定会经历这个阶段，就爱到一定程度就恶心了嘛。吃多了就那样，就是但是你要是经过空性的就是正量就正，如果解脱出来了，当你看到这个人在你带着另一个女的在你面前过去的时候，你会同情，然后你会慈悲，你觉得苦难开始了就这样的，然后哎呀你心里还心疼这个女孩子，祝福你呀、啊、别走我那条路啊，别像我一样最后痛成那样，你觉得苦难的开始就是这样，你真的会这样想，你觉得哎呀当他们从你面前一过的时候，你说哇苦难开始了，好可怜呀、啊、如果你看到那个女的啊神采奕奕的啊呀跟很开心的时候，你知道那可能你就说希望他们能维持三五天吧，希望他们长一点吧，别那么早早的就谢了那个花。不会呀、啊，我就说你要是不修行，你就会的。就是他就这样子，你会觉得恶心。然后你会为他在每个女孩子面前的掩饰，你觉得恶心。啊，其实老师。比如说一个男的，他都是个六七个女孩子在一起，然后在这个面前说一句在那个掩饰。可是老师，其实我有看到这一点，可是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反而淡了。嗯。我忽然觉得好像，太不值得了。谈不上值得不值得吧，那个人是缘分，就说你要看清楚你才能慈悲，如果你说恶心然后说厌恶，或者是说觉得不值得，你慈悲心升起，你说不值得，他真的不值得浪费我一分一秒的时间的精力和生命，我不为这种人浪费我的时间等等，你这些都可以没问题，你这是但是慈悲没有，慈悲是当你具备慈悲心的时候，你同时具备慈悲的时候，你会真的会释然，就是修正吧，修正你会释然，你觉得每个人就是那样，活成这个世界就这样，无奈。但是有一天你会看到这些好多人是，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活在什么样的状态，或者那个时候你就哎，你内心就觉得他生的悲哀，就是这样。有时候对一些一帆风顺的人，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太富有或者太什么都拥有的人，就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，什么都有条件的人，你有时候真的知道他会走到什么情况，你就觉得你因为你看着他因为他什么都拥有的时候，他什么都他会随心所欲的，那种纵欲一定会让他有一天走到，就是你会知道他，你看着他真的是很担心很可怜。所以富贵啊，在这个世界，就是说你拥有权啊、名啊、利啊，你拥有很多的人，其实很，尤其是过去2012年以前那个时空，很可怕的，真的，上帝让你灭亡，先让你疯狂，真的是要让你先让你，你一定会纵欲，随心所欲，然后你一定会造下无量无边的因果，然后呢，你生生世世不得解脱，然后因为你就算是你开悟了，你都活在那种果报里边，然后你生生世世难受。无边无尽啊，你就是你看着就这样子，未来会好，2012年以后我就好一场还好。那个就是天上掉了一个大饼，然后接住了，然后正好掉在脸上，然后鼻子水砸扁了，然后就然后你没开悟，你觉得、然后开悟完了，捂眼耳鼻舌身意，然后你是说拿了个饼，然后每天都填不完嘛呀，然后每天都黏糊糊的，就是弄不开，哎呀，就一块大饼，粘在这儿，哎呀。那就是天上掉大饼的境界，你不着笑就开悟了，就饼是饼，你是你，就分开了，如果分不开是你粘上饼了，粘上的，你喜欢上饼了就分不开了，都好不容易天上掉个大饼，我已经扎住我了，对，我还不粘着，对，就是缘，每个人都会面对自己的缘分。